天生我有才是什么？天生我有才呢，我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个我的策划，发给大家吧。嗯，好，你放我这儿来，是给我的是吧？哎呦，还每个人配了一支笔哦，好细心呐。哎呦，旁边还有糖呢，啊，而且这是咽喉糖，主要是给利浩洋吃的。你们把这都摘下来，全给利浩洋吃。对。大学做了3年的创业，但是总结我的创业经历呢，是依靠不同的产品，其实是做了两件事情，一个是拉着同学们，让同学们愿意做销售，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怎么做销售。然后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有很多的问题，那我们就建立了这么一个体系，这个体系是基于我做的校园正装，解决了我们几个痛点。第一个呢，每个校区会设置10个战队，然后每个战队里边呢需要相互竞争，竞争出销冠来，他可以拿一份另外的提成。然后呢，每个战队间呢他需要再竞争，然后获得这个校区的营销经理，保证了每个团队成员的能动性和他们的危机意识。这样呢，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客户，他需要自己去维护，就解决了客户维护不及时的问题。多少钱一套你这西装？350块钱左右。然后你是批发过来卖给大家，还是重新帮助大家定做呢？找的代工厂。你的任务是怎么分配的呀？每需要我销售多少，什么样的提成，然后能够系统的讲一下。就说制定指标吧，我还是让他们去看市场需要多少。有好的时候一个战队一个周能3000多，有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挂零。50个人一个月能卖多少钱？有多少人有产出的？上一年是卖了10万。10万那300多就是300套嘛，300套得50个人，每个人人均一年总共才只卖出来啊，对，6套，对吧？6套，嗯，其实确实产能是比较低。对对，问你一个问题啊，设计11支战队，若某战队在连续2个考核周期业绩垫底，则打乱重组，取消所有的评优资格。这打乱重组是什么意思？就相当于把这个团队打乱了之后，添加到这个现在已有的战队里边，就取消这个，拆消没有了，拆散，重新补充到其他的队里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对，这样的话还有做得好的个人，然后他自己出来，自己再建一支团队。每个团队里边呢，有5名在编的成员，这是我们主要的培养的我们的核心力量。所以说，一个团队有10个人，有5个人不在编，所以说他得努力的把自己业绩搞起来，他这样的话才能属于我们的在编人员，我们一些机会呢才可能会得到。我明白了，这个制度是你一个人完成的，还是跟团队一起完成的？这个制度呢是曾经在简历上有写，我去过一家房地产实习1个礼拜，然后呢我在那边感受到的最多的是他们的奖励机制非常的完善。然后回来之后，我用花了一个通宵的时间，然后去想这个东西，这个也是改了很多次，然后最后改成这个样。作为一个销售管理者，我可以说啊，就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呢？这首先是一个组织结构图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岗位职责图，最后呢是制度和流程图。我相信啊，没准在我们很多 boss 的公司的销售团队里都没有这样的东西。所以一个大四的学生能通过自己的思考做出这样一个东西来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，稍加培养一年之后销管。写的非常棒啊，就仅凭这个都不止4000，至少7000-8000。哟，改变看法了。对对对，他销售虽然不行，但他管理系统性非常强。哦，他适合做一个销售管理带团队的人，我觉得你这个价格得8000以上，做一个 leader。 对对对，这个体系呢是在我一段实习经历之后，结合当时实习所感想，然后再结合以前的一些经历，今天向各位老板展示了，然后老板对这个也是非常的认可的，我想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。来，老张看一下他的性格分布。李志玲同学表达沟通能力都非常好，很清晰。离人性越低呢，可能呢他是在团队之间呢，他更多的是以一种管理要求下去，不允许他亲和力太高。在经营方面呢，表现在管理、创业以及挑战这一块是他的一个特点。得分不错，就是能力自信方面略弱一点。那么这位选手，我先说给他的评分是8分。他是一位有经营思想、有头脑、有思路，所以呢大家呢不要把他当成一个销售去培养，要把他当成一个管理人才去培养啊。而且我们注意到他性格一个特征，他首先外向性很强，但是宜人性低。通常在销售管理里面，这称之老虎性性格。什么叫老虎性性格呢？如果外向性高，宜人性高，这是好销售。但是做管理者要什么？
要是非公断，该强势叫强势，看看李浩洋就知道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在应届大学生的销售组织里面算顶级。来，第二轮选择去火流。还有九盏灯，谢老师。徐哲老师提供职位，我这边可以给你做我们店长的这个储备。好，谢老师。亚堂小超这边的话，给你有两个岗位：加盟管理、储备经理。因为我们亚堂这边的话，整合了有50000多家那个夫妻老婆店。谢老师，我能够给到你的职位是可以在北京，可以在上海做储备的城市经理。谢老师。如果你加入斯凯乐的话呢，我可以成立为你成立这样一支团队，然后让你去带，然后去开拓这样的市场。就有很多做赛事的运营的公司，他们对这种户外运动的产品都有着巨大的需求。好，谢老师。好，岗位是渠道销售经理，工作地点上全国，北京你可以选，上海、山东都 OK。最关键的是你女朋友和你一块儿去看体育赛事，不用花钱。但是你未来最适合的是创业，自己做一块事业。如果你创业，我支持你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六人游定制旅行给你提供的岗位是渠道部的渠道专员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我们可以给你提供的岗位呢，就是你喜欢的销售，但是未来发展方向呢，希望你能够做销售的管理部门。因为我们还是创业公司，所以你在这边呢是有机会能够成为我们的合伙人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我们医学教育可以给你提供两个职位。啊，第一个呢是全国的我们的招生的，可以直接带50个人的市场经理，也可以做大客户的销售。谢老师，我给你的岗位呢就是销售总监助理，那直接带团队，学什么呢？学如何做领导，如何管人，如何冲业绩。我希望你呢能来美尔木，把健康带回家，把健康带给大家。好，谢老师。我们工作地点呢在北京，啊，美尔木欢迎你。谢老师，记好了，记好了啊，记好了，心里有数了吗？啊，我需要再考虑一下，考虑10秒。嗯，大城市、大市场、大行业，去吧。谢谢您，谢谢您，不好意思。谢谢您，我可能太年轻了，考虑的还是不是很周到。谢谢您。来，乐晨，你可以学习更多的关于品牌的东西，我们一起玩这个新零售的一些概念出来。其实快消品很多你能学到的东西，也可以在上海。这么容易被美女打动啊？他先，你是不是要先灭掉所有男 boss 的那个灯啊？是你老板的。大城市、大市场、大行业，健康行业是最大的。芝林啊，芝林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姐姐在这儿。姐姐告诉你一句话：男人要果敢。谢老师，不值得去女老。为什么到你这儿就不果敢了呢？没关系啊，他过来，你如果要灭姐姐，姐姐绝不二话不说，我一会儿会抢你的。要果敢一点，你男人嘛。看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再见。姐，那个糖可以吃，我是刚粘上的。好，更谢谢你。好，谢谢你。哎，他虽然灭了我的灯，我也觉得这孩子很好。再灭三盏。哎，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糖我是刚粘上的，您放心吃就行。好，祝福你，祝福你。再灭两盏。你把俩男的灭了不就得了吗？听姐话，快。我要倒数了啊，十、九、八、七，其实那店长挺适合你的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果敢，果敢，果敢！有请李浩洋、徐超谈钱不伤感情。请揭晓。7K 上海啊，你这边呢？8K 好，你可以问一个问题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到了贵公司，就是带我的人
是水老师。首先是在总公司我们会给你培训，但未来呢你会是到就是委托管理店，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是区域的总监带领你。嗯，好，谢老师。如果你是做市场，因为以前你有经验，所以你直接带团队啊，直接做经理，而且是直接是我们的市场副总来带你啊。但是呢如果是销售，因为你的经验还不够充足，可能从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主管级开始，然后呢是我们的总监来带你。嗯，好，来把灯都亮起来吧。姐姐们拿好话筒了啊，来，有没有薪资超过8000的？9000。有没有超过9000的？9500。六人游有没有超过9500的？12000。有没有超过12500？12500。来，把另外9盏灯灭了。这是最后竞价最爽的一次，简直像击鼓传花呀！啊，来来来说一下为什么加到12500？因为我觉得他身上真的有非常好的销售管理的潜质，并且拥有非常好的创业基因。好，好，谢谢姐。你女朋友介意你跟个女老板吗？不介意。不介意就好啊。我们这里可以让你女朋友一起来工作，我们有好多是对一对儿一对儿的。我也可以，女朋友也来，来。好，谢谢姐。这是。你一定要选择最创新的那个人，而不是做跟随者那个人。你好好考虑一下啊，是否愿意让李淑玲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？是没有？是李志玲伤了李淑玲的心呢，还是他们齐力同心呢？啊，我想让李老师代替徐老师，徐老师不好意思。哦天哪！稍等，没事。为什么？我觉得，在场李老师，我觉得对我还是。有一部分的能力还是比较认可的，都认可你，就是他出的价钱高一点。啊，老师，我可以做一个保证，在我实习期的时候，我只要4000块钱的工资。那好，这给了你就收着吧。啊，徐哲老师黯然离场。没事，非常好，谢谢老师。祝福你啊，祝福你，你的可塑性很强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呦，都准备好了呀，来，荣耀登场。这真的是我来非你抢人最爽的一次。你还没抢到呢。我相信我一定能抢到。李浩洋，你要争气呀！小伙刚才那句话加分了啊，实习工资拿实习工资很加分。对，有的时候你要有这种，先老板开的工资是高，但在实习期你是要学习东西的。对，人心不能贪。对，我觉得不贪，但给多少收着也没啥，合法的嘛。对，小李心态很好，何必假谦虚呢？难道不想要吗？对，我今天帮你这么多，回头给我发红包啊！好了，12500，8000，差了4500。但是刚才听得出来你在实习期还不是把物质放在第一位，是吧？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他们俩之间你会选谁。这是我们舞台上两个最各色的男女，你的选择将会奠定他们俩在非你莫属将来的地位高低啊。啊，谁输了谁这一年都被压着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没有，浩洋是我在这个舞台上非常欣赏的。呦呦呦，那今天整场损他的就是你。哎，所以恰恰证明了老板那句话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啊。考虑一下，做出你最后的抉择。十秒。考虑一下，做出你最后的抉择。十秒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撼动体育，易学教育，或者是谢谢再见，你的选择。哎，你能不能沉住气？上次有个女生，我说，但是后面一开始她是这样，后来又变成了这样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变啊？想，准备好了啊？想，准备好了。撼动体育，或者是易学教育，或者是谢谢再见，你的选择是？我选择撼动体育。谢谢您的赏识。虽然拿到比较好的一个 offer， 关键还是要看我以后入职之后的表现。我真的希望我不是高开低走，希望能在撼动体育踏踏实实的干，也能不辜负理解对我的期望。